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我跟秦月，你喜欢谁？从来没有喜欢过别人。我也一样。你有没有听过关于哆啦 A 梦结局的故事？什么结局啊？就说哆啦 A 梦陪了大雄80年，大雄快去世了。去世之前，就对哆啦 A 梦说：“我去世之后，你就回到属于你自己的地方去吧。”然后哆啦 A 梦就说：“好呀。”但是大雄真的去世之后，哆啦 A 梦却又坐上时光机，回到80年前，对小时候的大雄说：“嗨，你好，我是哆啦 A 梦。”为什么要说这个呀？夏林夕，你好，我叫蒋振涵，原江明一中高三一班倒数第一，现京大计算机系大一新生。今后我希望我的身份有且仅有一个，就是你的男朋友。我也希望未来可以成为你的丈夫，望你批准。一起努力。你好，我叫夏林夕，原江明。不用自我介绍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会知道你的过去，还有你的未来。未来？我的未来你怎么会知道？因为你的未来，我会全程参与。等一下，你说哆啦 A 梦那个故事，你说万一哆啦 A 梦把大雄给忘了怎么办？那就重新认识，重新成为朋友啊。那如果真有将来，那大雄把哆啦 A 梦给忘了，那哆啦 A 梦就会对大雄说，傻瓜，上辈子你遇到我的时候也是这么问寻找我们划过的远方，凭着彼此简单的勇敢，拆开生活的每题答案，苦与乐一起品尝，学不会太聪明的计算，相信心跳的回响，相信你向着我的呐喊，相信我们的爱情一如既往。哎，你们看什么电影？我听说最近上的这些电影好评率都比较低。无所谓啊，反正我也不是来看电影。你好啊，请问需要什么？啊，你好，给我两张最近开场的电影票。
然后情侣座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对号入座，我的位置就离你这么近。有事吗？嗯。有事。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。什么事啊？下次不用征求我的同意。